I could never imagine that I could be treated as a spy for China just because I came from China and have a China, my national origin. A few months later, all the charges against me were dropped. But my agency still terminated my employment based on same unfounded charge that had been dropped. Yes. It's very challenging to fight against the faulty government as an ordinary citizen. And it's very expensive to have a good lawyer to help you with the case. But, but this is a fight. This is a battle I have to fight. Fight for justice, fight for equal treatment. I'm so glad that there are so many people in our community, people like yourself, who are willing to support me, and so I don't feel alone anymore. I want to thank you again for your kindness, for your support, and for your generosity towards me and the community. Finally, I want to express my sincere situation to Happy, Qingqing, Guo Liang, and Li Qiang, and many other organizers to make this event possible. Thank you so much, everyone. 我也想两句话，作为这个主办单位，这个 United Chinese Americans。 我跟大家讲一个很简单这个事儿怎么发生的。这个我是在一天下午这个上网去看 New York Times， which I do every day， 看到陈霞芬的故事，看了以后当天晚上我就一晚上想了好多次，我说这个事儿确实是 very unjust。 我也知道这样的事情在发生，但是确实没有一件事儿是被纽约时报写在 front page 上的。 就 that's the big difference. It's not because 这个陈霞芬是第一个这样的事件，而是说以前的陈霞芬的事件，大大小小陈霞芬都没有 made it to the headline of New York Times. 那么第二天呢，我就正好在国会跟这个孟昭文律议员，我们两个有点其他事儿，我就跟他讲完了以后呢，我要离开之前，我说这个 Grace， 你知不知道昨天那个《纽约时报》这个陈霞芬的事儿？他我也读了，我知道啊。我说你们有什么想法吗？ 他说我今天早上就刚刚在国会这个投票的时候，我还碰到刘云平，就是 Ted Liu。我说我们俩还说了这个事儿，说这个事儿我们得表示一下才行，我们得站出来。那么他说这件事情呢，这个我们两个之间决定叫刘云平作为一个新科议员，让他来这个站出来，而且他以前也是律师，就让他来这个 take the lead on this issue。 好，那我就马上就给刘云平打电话。刘云平还在那个投票现场，刘云平就说：“你等着我，你到我办公室等着我，我回来有事儿跟你商量。”所以说我就花就直接从孟昭文办公室出来，我就到刘云平办公室去。去了以后不到5分钟，他就回来了。回来以后，他就说：“呀，这件事情我们一起来商量一下，到底应该怎么办？我们这个华人和亚裔社区对这件事，你知不知道有什么看法？”那么我就把基本情况讲。所以说我们当时在第一时间，刘云平就第二天。 他作为一个新科议员，也没有考虑的说，哎呀，我是个华人，我又来搞这个什么间谍案，是不是把我也这个惹进去了？这些都没有考虑这个问题。第一个想法就是说，怎么能够把这件事情作为我们华人的这个人权的一个可能一个违背的这件事情来处理？所以说，我们当时商量就说，在尽快时间里由亚太裔国会议员和其他的一起来做，在国会做一个记者招待会，把这件事情从国会推出去。 所以说那是星期二，我们在星期四国会休会之前当天就做了一个第一次在国会是陈霞芬事件的这个亚裔国会议员的这个新闻招待会。那个时候你还不在，你没来。这个完了以后呢，再过了2个星期，由我们这个美国华人全国委员会和这个叫 United Chinese Americans， 我们正好 Sherry 和我这个说快了这件事以后呢，这个。 刘云平和十几个国会议员一起给司法部长写了封信，要求司法部独立调查这件事情是否
这间联邦政府在起诉他的时候呢，使用了 ethnic profiling， 以及说这个 profiling of somebody's national origin。联邦政府最后给刘云平回了个答案说 ，Of course we don't do that， we don't do that， period。但他这句话，这个信还没回两天，西小新教授的事儿又发了。就两件几乎是完全一样的事，后来我们才知道，其实在陈嘉芬这个事情之前的半年，伊莱利里也有两位科学家，也那两个搞得更惨，他们还坐了半年的监狱，你知道啊？两个人，一个现在被迫回中国了，一个人现在纽约又找了份工，还幸运。这两个人最后也是联邦政府起诉，然后完全 drop 掉，然后才是陈嘉芬，然后才是徐小新，而且在这个中间还有一些其他我们不知道的案例，还有大量的案例呢，是什么呢？就是这可能你们也听说过，就是联邦政府这个 FBI 或者 prosecutor 他去调查以后呢，基本上没发现任何他原来所要起诉的东西，但是这样的情况下，他就跟这个被起诉的人说，你要不要 deal， 我把全部的 serious 东西都给你 drop 掉，只给你一个 misdemeanor， 这样的话你认罪 misdemeanor 我们也完了，你也轻松。你说当一个个人面对联邦政府起诉，像陈嘉芬还没有正式进入那个正式的 trial 阶段，就准备阶段已经花了十几二十万美元。谁 can afford it, right? If you don't have the resources, 所以大部分人都会 more than happy to 赶快了了 misdemeanor 就 misdemeanor 就算了。还有一个 misdemeanor 的话，你不会存在一个被解离出美国国境，一般是 felony 才会。作为如果你没有公民的话，大量的华人工程师在这里，尤其是大陆来的，很多人还没有这个。公民身份，所以这就是整个这个事情、怎么开的始。那么我觉得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到现在，可以说华人社区还是非常关心这个事儿。当然我们也可以说为什么没有那个梁警官220那个势头那么浓。但是严格讲起来哈，不是说那个事情重要或者不重要，就是如果我真的要做一个比较，Sherry 和陈嘉芬，Sherry 和徐小新以及其他在内事的事件也还有那么多的区别。你看，我一直在说，像在他们这个事件上，所有华人的这个知名的团体全部站出来支持陈嘉芬。我所知道的亚裔团体也都正式表了态支持陈嘉芬。美国的几大民权团体，包括 ACLU， 包括这个 NAACP， 就是黑人这些，也全部支持陈嘉芬，正式发表过声明。OK， 然后还有我们那个科学家，有个诺贝尔几个三个是四个、哦、五个诺贝尔奖的科学家，还有其他的大专院校总统奖获得的一起也写过一封信，这个呼吁不能这样对待华裔科学家，以及42位国会议员站出来支持他。最后对我在我眼里最重要的，纽约时报发社论，要求联邦政府对陈嘉芬、徐小新进行道歉。这个事情连《纽约时报》都是发表社论，这个开玩笑讲，这有点像中共中央的红头文件一样啊。这个《纽约时报》的社论确实分量很大，但是就这样，这么多公共的压力，在陈嘉芬事件被从刑事判决上这个放弃了以后呢，就撤回了以后，竟然在上个月联邦政府又把他从他行政上。把他从联邦政府的一个雇员给解除了，所以我也是大家想想的 ，Sherry 已经有，不好意思，已经有60岁左右了，是吧？大家知道在这个年龄怎么再去找个工作？他和他先生两个在我还有一个小乡下，那很偏僻的地方，咱们哪天去参观一下啊？反正是我知道是个很偏僻的，现在大概你们离那个 Ohio River 不太远的地方，是吧？可以去晾晾水温啊，什么这个的，就弄一个乡下，两个老两口，我都不知道你的医疗保险这些会怎么办都不知道，是吧？所以我们希望这个时候我们华人社会能够团结一致，能够支持他正义的事业，真是一个正义事业。他不光，我再讲一条，原来李文和案子发生的时候，我跟大家讲，这是一个陈嘉芬和徐小新是一个正在 unfolding 李文和案件。But on a much larger scale, this time, 由于美中关系的紧张，由于中国的崛起，大量的华人科学家还有做国际贸易的这些行业的很多人，都会被这个所谓的 caught in the middle。我们变成一个美中关系两个恶化和美中关系这个冲突的一个替罪羊，这个是不应该的。
啊，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更应该大家站起来，在一致来这个维护我们的人权。大家想一想，我们一天到晚讲说 Chinese American community， 我就一直在问什么叫 community。 这么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如果我们都不能在一起站到一起互相支持，我们怎么好意思叫我们是个 community？ 我所以说 community 这个概念要通过无数这样的大事小事平常积累下来，最后让我们大家觉得有感觉，我们真是个 community。 我再举个好的例子，我们星期五晚上在纽约给刘云平议员做了一个连任的募捐晚会，这个陈嘉芬是专门从俄亥俄跑到纽约去，为了表示他的感激。这个刘云平这件事做的真是非常漂亮。在场的还有这个李林迪，这个李林迪我过去也是他那个竞选全国委员会的主席。当然他后来出了一点小意外的事儿，但是你想过没有？我一直跟李林迪说，他作为一个从来不认识任何人的一个小姑娘。24岁小姑娘能够说我要竞选国会，全国各地的华人可以给她写1000块钱、2000块钱的 check 支票。我说你想想看，你多幸运，对吧？我 because we have a Chinese American community， 你想想看，你不要说其他，你今天就是个黑人，就是拉丁裔，你可能要在哪个城市助选，都不会说另外一个城市的黑人拉丁裔老远给你写张支票，或者网上给你这个。你要是白人，可能就更没戏了，对不对？你看我们今天是个华人。由于这一条，我们可以全国的华人都支持他，所以我也希望这个能够像支持李林迪那样支持陈嘉芬的事情，而且陈嘉芬有更多的更急迫的，不管是个人生活的需要，还这个20万美元的需要。